哇，玩久了都被当成病猫哎，现在是怎样？啊，陈琳，你是？天呐！把你弓箭给你啊！就开始讲那个君主讲了吗？他这个系统要送个成见这样子。你看主政官也可以随便你爽，你可以进来，就是升级他人之类的。我们这期会讲得非常的详细哦。有什么就讲什么，活动呢？全新版本呢？那个把它讲掉，那个墙啊呢？图鉴先不要了，因为我觉得这样，这样会有点太快嘛。而且我觉得我们可以开始讲地图了耶，可以吗？我觉得可以啊。行。